该当主角之一了。天蝎座舱 ，Let's go。另外单独说一下很多人问过的49寸大玉屏，很常见，相信大家比较熟悉的32:9的比例，相当于两台27寸16:9的显示器，算是天蝎的常规配置，但毕竟是单屏的顶配，刚上市的时候也接近为一台座舱了，但就这还有摞着用的，但三屏还是主力配置，毕竟价格低很多，面积也大得多，方便各种型号自由搭配，还有更离谱的5屏，主要是金融领域用的多一些。说回到大玉屏，之前有网友问我这么大的大玉屏能不能带得动，这么说吧，有客户这么用，当然这过分了点，不推荐，毕竟比例是关键，电脑显示器还是狭长点好，一旦用惯了大玉屏或更大的三连屏，要再回到普通屏幕上甚至有窒息感，这么多年我怎么受过来，这是屏幕距离调节，上次有网友没看明白，我重新演示一下，还有键盘托板的前后调节，在上期很多网友以为这是固定的，好了，上模特。接下来的旋律更适合100公斤的我。Let it go. Oh my God, I lose control.